北京城市图书馆将中国传统的赤印意象和公共空间设计完美结合，打造集知识传播、学习共享、城市智库等功能于一体的新型图书馆。837片银杏树叶自动调节阅读光线，天河涟漪荡漾着风美四季，276块自承重玻璃幕墙消弭建筑与自然的边界，读史可观景，读史亦成景。总建筑面积约 7.5 万平方米的北京城市图书馆，拥有世界最大的单体图书馆阅览室，2400个阅览座席，800万册藏书能力，在这里，临山间，于树下，勤阅览，阅读之美，触手可及，充盈时光。智慧创造文明，梦想连结未来。在元宇宙体验馆，时空穿梭，与鲁迅面对面交谈，数字孪生技术让现实复刻云端，化身数字人进入虚拟的奇幻之旅。智慧赋能，读者服务全链条，智慧升级，书香生活新乐趣。在北京城市图书馆，尽情探索，尽享智慧。